哇，这个球又是中间方向弹出去了，到了中外野的一支安打，连续11场比赛有安打。我身体的重心哦，保持得非常的好。所以哦，有研究了，打这个球了哈，早就在他的预测之中。关打，像他之前打全垒打就是良好一坏，哎呦，反方向，左外野落地的安打，现在要闯三垒，三垒，这个三垒手卡斯提就指挥左外野手说传，对着二垒的是庄景赫，你看这个球传向二垒的情况之下了哈，造成郑达宏没有办法再进了。他如果往三垒传的时候，郑达宏一定借着蹭传，马上来到二垒垒包，一人出局，一二垒。